哎，小偷，别怕，看我的贼配第二武器。迪迦，还是看我的吧，无力吉普攻击。我妈，完蛋了，被装在土里回不去了。救命啊，我要回家。你们好啊，奥特曼和小童。啊，天啊，是戴夫，我们在植物大战僵尸的世界里，快放我们出去。想要出去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帮我打败僵尸。小童，选一还是二二？啊，快点。那我选二二二。很好，你选择了僵尸。迪迦，你选择一还是二二？刚刚小童选择了二，是僵尸，这次二肯定不是了。我选二二二。很好，召唤僵尸。啊，完蛋了！ Oh no！ 最后一次，欧布，你选择一还是二二二？这我也不知道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到底该选一一还是二二呀？不，我听小朋友们的，我选一一一。时间停止。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选择一一一还是二二二？朋友们，拜托一定要告诉我们正确答案，到底该选哪个呀？